餐者啊，你现在第一次去，这没有这么热血。骗我们吃寿司？妈的，我吃快24只盘，我都掉不下去了。你看那个金牙，怎么这样子的？我们吃40几，我们快吃40盘，然后每一个不小，这不是没徽章哎、欸。徽章，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别书包吗？这个是我们刚刚抽到的。那是多少钱？几针？我们今天在小河越南度假16天。因为我昨天腹泻很严重，而且我瘦了2公斤，我一直拉，所以我不能吃太多烈的东西。据说是避免红曲排骨。好，这是我的午餐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超级好吃的啦，哇，那个更好吃哦，好香哦。等一下，穷逼的吃法。我们点了一个草莓的松饼，我们点另一片，这是火吧？这个片什么？草莓，对不起，草莓吃太多了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是买了一个。草莓生乳松饼，蛮甜的。那草莓蛮甜的，很意外。我们买了6片的，是140元。这些很像那个生乳卷的味道。嗯。如果我觉得它这个再冰一年的，应该是它那个热热的，那我们放的6片。这边蛮适合来休息。放完古法街来就休息。哎，这边很漂亮耶，它不是休息，它不会因为这是休息的地方，然后对。以前的事。